新竹县第一次举办祭孔祭三献礼的一个仪式，非常感谢王文林阁董事长刘阿树董事长，他特别提出这个计划。这一次我们纪念至圣先知孔子的诞辰，也同时表达我们对所有老师的敬意。我们会把这个孔子的教育的精神，诲人不倦，有教无类。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的知识人员。我们的祝祷文是由我们琼林国小的学生全程用客家话来祝读这个祭文，可以讲是我们客家文化又在这边做一个发挥。谢谢大家参与，感谢。